醒醒醒醒，醒醒！你这女人喝这么多，钱也没付就睡在这里，起来起来起来！起来！拿壶酒。睡在这里要着凉的，不行，快起来！拿壶酒。你还要喝？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快起来吧！啊，我要收摊了，快起来起来起来！走开！快点啊！ 赶紧回去吧！拿壶酒，吵死了！起来，我要收摊了，快起来！不要吵！哎哎，老板，怎么回事啊？喝多了，喝醉了。哦，一个女人大半夜的喝这么多酒，一定遇到什么伤心事了。你又何必难为她呢？我这也是小本生意，她不付钱，我这一天的生意就白做了。 这点小钱，拿去吧。哎呦，不用找了，谢谢。您真是个大好人呐。那就麻烦您把他也带走吧。否则我这儿也没法收拾啊。好吧，您真是个大好人，谢谢。哎。我还要喝。 我陪你喝。 啊！
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进来再说吧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又哭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有脸问我怎么了？你是故意在跟我炫耀，炫耀你赢了，炫耀你踩在我头上赢了，是吗？你明明知道我跟方浩明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你怎么有脸嫁给他？头上践踏我吗？你果然和你那个妈一样，一样不要脸，一样勾引别人男人的淫妇，一样不知羞耻，一样狠毒。姐姐，你可以骂我，但是你不可以骂我妈。说到底，她名义上也是你的妈呀。她根本不是我妈，她只是一个卑微的小老婆，他有什么资格做我妈？你也一样，你凭什么人模人样的站在这儿？凭什么抢走我的一切？凭什么？就凭我没有说谎，没有欺骗，没有弄手段，没有利用别人的良心与道德去满足自己的私欲。其实那天晚上我们都知道，你和浩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一切都是你的圈套，你知道吗？浩明的心灵受了多大的打击呀！他一直对你这么好，一直帮你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他呢？这就是你们之间说好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说好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全都推到我一个人的身上，说我故意陷害浩明，说我勾引他，说我不知羞耻。你们太狠了，你们真的比抛弃我更加狠毒。好了好了，你别再狡辩了，事实不是你说的那样的。那天晚上志强什么都看到了，他还睡在你们的那个房间里，他没有必要要编故事来骗我们。我跟浩明没有兴师问罪，反而对你越来越好，就是怕别人说你什么，猜疑你什么。浩明他还跟志强说，千万不能对外说。我们一片苦心这么对你，你却还是这个样子。你说什么才叫仁至义尽？你对我们还有什么不满呢？我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我爱他。我这么多年，我为他做牛做马，我就是一心想要嫁给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在你出现之后，他就再也不愿意正眼看我一眼？为什么？就因为你是黄花大闺女，就因为你年轻，因为你没有拖油瓶吗？浩明有没有看过你一眼呢？你心里最清楚。不要再自作多情了。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？你凭什么那么说，那么跟我说谎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跟我说谎？我们是姐妹，我能过上好日子也不会少了你的。浩明让我来做主，我想让你们一家人可以住得舒舒服服。你爱来洋行工作也可以，你不爱来也没关系的。这就是你们对我的施舍，是吗？我不需要。你当做施舍也好，什么都好，反正这是我作为妹妹对家人的一份责任。只要我有一口饭吃，
不会让你们饿着。但是，要是你敢对浩明动歪脑筋的话，我是绝对不允许的。他是我的丈夫，是我最爱的人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欺骗他、利用他。这是我的家，我要把它维持得完完整整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这个家。我要好好的保护好我的丈夫，还有我的三个孩子。可恶的赵春雨，凭什么对我说那些话？他以为他是什么人？这样自以为是，你要保护你的家吗？呸！我就是要闹得你鸡犬不宁，你等着瞧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为什么不能过来？昨天晚上你可风骚得很嘛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昨天晚上根本没有见过你，你不要胡说。你以为我真的睡着了吗？其实我没有。你爸当初为了娶小老婆害死了我爸，他还强抢良家妇女，可结果呢，他没有遭到报应，两脚一伸他就死了，害得我爸冤气无处去讨。真是老天有眼，让我遇到了赵十一的女儿。你就是个疯子，要说报应也应该是你。你忘了当初是怎么杀死我哥的吗？应该你去死，你应该被枪毙才对，你去死。 你住口，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，半夜三更你到处去跑，然后还喝醉酒勾引男人，你是守活寡呢。我告诉你，你逃不了。放开我！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报警，我要让你去枪毙。我告诉你，放开我！别想偷出我的手掌心儿。没错，警察是在通缉我，可我手里有钱，我有的是钱，如果被他们发现了，我只要给他们打烊，他们就会放了我。已经好多次了，都是这样。你放心，我死不了。你呀，最好乖乖的听我的，啊！不要碰我！不要碰我！你不要碰我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来，小心点啊！来，都放到里屋去啊！哇，这房子真漂亮！战龙啊，以后这房子就是你们的了。你以后啊，跟志强他们去上学，作业本就在你的房间里。我有自己的房间。哇，你们的沙发好舒服啊！我也来坐坐，比床还舒服。妈妈，我不要床了，我要睡沙发。哎，夫人，都已经弄好了，您还需要什么就跟我说。啊，还缺什么？那就问姐姐吧。
这房子是他们的。对了，姐姐，这房子你觉得满不满意啊？已经够了，很好了，谢谢你啊。不够，门方家大。三管家，我们方家人多嘛，当然住大一点的地方了。你们就这三个人，要是住得太大的话，打扫会比较麻烦，也会打扰到你的修养。你们住在这里，到时候我找个老妈子过来，你就可以安静的修养了。走，我们去房间看看啊。我也要去。嗯，走走。王志文，你爸爸来接你了。哎，方老板，令公子跟人打架斗殴，还把人家店给砸了，店家要求赔偿，我们也只好一把关他一晚，让他受委屈了。哪里哪里，是犬子管教无方，日后定要好好的教训他才行。对方的损失我们一定会赔偿，还会亲自登门道歉。哎，那好，那您就先把他带回去吧。爸，爸，爸！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志文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。来，回家，走吧。给你妈跪下，跪下！你给我好好说说，为什么要跟人家打架，还把店给砸了？不说是吧？你以为不说就没事了吗？我马上把你送进牢里去，让你好好尝尝苦头。他们说，我爸又娶了一个小妈，还说这个小妈已经嫁了好几回了。我一生气就和他们打起来了。他们好几个人打我一个，店不是我砸的，我是被打昏了没有跑，店家就把我送到了警察局。看看你几岁还跟别人打架，每天不好好读书，在外面瞎逛，怎么一点不知道自爱呢？是你不要我的，是你不关心我，我不想让春雨进我们家，你就不疼我？志强和美君让春雨进我们家，你就只疼他们，当作没有我。不管我在外面怎么样，我就是死了你也不会在乎的。你还敢这么说，还不知道反省，看我怎么好好收拾你。浩明，别这样。你看看他这个样子，犯了错还不知道认错，不打不行。我有些话要跟你说。你给我好好跪在这里，不准起来。妈，妈妈，我好想你啊，妈妈！只有你会经常把我抱得紧紧的，关心我吃饱了没，我穿暖了没，只有你会关心我，妈妈，我好想你啊，妈，妈，我好怕。春雨，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其实我觉得志文刚刚说的没错，不能全怪他，你跟我都有错。什么？他打架闹事，我们怎么会有错啊？其实也怪我粗心，我们结婚以后，志文一直不想待在家里，我当初还以为他不想让我管他，又怕管太多他会生气，所以他跑去武馆那边，我也不太干涉他。刚刚听他这么说，才知道原来是这个原因。你怎么会有错呢？错就错在志文现在还是一个小孩子，也需要父母的约束和关心，要是他整天跑出去，我们不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就算再晚我们都不管，他就会觉得
我们只疼美君和志强，不疼他了。难怪他刚刚会那样。就算这样，他也不能打架闹事啊。还有，对你那种态度就是目无尊长，不教训怎么可以呢？别老教训他，有话好好跟他说。浩明，我只说了我的错，还没说你的呢。我怎么也有错啊？你忘记了吗？他们刚刚失去了母亲，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亲人了。你知道吗？孩子们的心里面一直都很担心成为孤儿的。那你说这该怎么办才好啊？别打质问了，跟他说这回你原谅他了，下一次不要再犯了。孩子们已经没有妈了，要是再觉得没有爸的话，对孩子们多残忍啊。志文，是爸爸没有好好的关心你，让你觉得孤单，你受苦了。是爸爸对不起你。爸爸想对你说，不管你承不承认春云，不管你是不是恨春云，你都是我的儿子。我不会因为你不接受春云，就不把你当儿子了。我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对待你。当然了，我也希望你可以接受春云。如果你不接受，爸还是爱你的。不过我心里会觉得难受。志文，爸的话就言尽于此了。你看，你也长大了，懂事了。我希望你能够明白爸的心意，了解爸的一番苦心，好吗？你看，跟人打架衣服都弄脏了，来，别跪着，快起来。吃啊，来，把他带到后面去吃吧。老爷，我们到后面去吃吧，我带你啊。我就在这儿吃，在这儿吃。哎呦！福妈，来。你看我公公咳得那么厉害，一定是病得不轻。你带他出去看病，顺便买些你爱吃的。喏，谢谢啊。好，我带老爷子去看医生。我带你去看医生吧。我去，我带你去散步。我去。我不去。走。我不要去。耳根子总算清净了。
这房子够大，住得舒服吗？你来干什么？你是我的女人，我怎么不能来呀？是。这个地方真的很好，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看来春云还有点良心，没忘了你这个姐姐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怎么才能够不再来找我？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以后我想你了。我铁雄是个好人，以后再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会派人把你带到我那儿去，不会再为难你了。真是美呀！什么？哟，小鬼回来了，你妈没时间陪你，别找她了。嗯，叔叔陪你玩啊，来呀，来呀！妈妈，快回来！妈妈，你个疯婆子，胆子够大的，敢暗算我是吧？妈妈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！臭小子，你这是干嘛？别动！妈妈，妈妈！小兔崽子，别动！大哥，老实。彩云，不要太固执了。你是孩子他妈，做事情要有分寸。过日子不容易，遇到什么难事，尽管跟我说，我会帮你的。刘德，大哥，走。妈妈，郑龙，过来。刚才发生的事，不许你乱说。你要是敢说出去一个字，我打烂你的嘴。云红。夫人，你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夫人，你怎么亲自给老爷送饭来了？太辛苦了。没事，我只是肚子大了一点点，行得还挺方便的。再说，整天躺在家里怪闷的。对了，我做了点东西，大家一起吃吧，一起休息一下吧。谢谢夫人，那大伙就先来一起吃吧。啊，哎，好，好，谢谢夫人，谢谢夫人，谢谢，谢谢啊。对了，浩明呢？哦，老爷出门去了。有一批货款欠了半年了，因为对方是老客户，老爷为了表示慎重，所以亲自登门拜访了。怎么最近这么多客户欠钱呢？没什么问题吧？这个……哟，老爷回来了。春云，浩明，你看肚子这么大，不好好休息还跑出来。我没事的，我很好。我听老蔡说，你去收货款没什么问题吧？没什么，不过是一笔不大的款子，顺便拜会一些老的客户，算是一种礼节嘛。对了，我做了些面线，他们都在吃呢，你也吃吧。有面线呢，好好，大家一块吃。请请。哎，老板一块吃吧。哎，
舅舅。春月啊，你还没睡啊？你坐吧，我倒杯茶给你喝，有话跟你说。哎，好啊，喝茶好啊，喝茶解酒。舅舅，你在洋行那边拿了不少东西是吧？你怎么这么问呢？洋行里面一向会让熟客赊欠货款，你就利用这个机会假称客人要什么东西，然后再把那些贵重的物品拿走转手去卖，就这样子偷了洋行不少东西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问你，你回答我。什么偷？说的那么难听，我就是觉得洋行开在那儿，还有客人上门来买东西，那我把货拿出去送到客人面前，客人喜欢嘛，他自然会去买，对不对？那总比让客人亲自到洋行里来要方便嘛，这样东西卖得快。照你这么说，这半年里面你做了不少于5000大洋的生意吧？那钱呢？钱客人赊着了。舅舅，你都忘了吗？当年赵记就是让哥哥姐姐们把家业给败光的，你这么做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舅舅，你要钱的话你可以跟我说，只要我有我一定会给你，可是你这么做会拖垮浩明的，方济周转不离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能不能不这么摆架，好好的过日子？赵春云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训我啊？你做夫人整天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呢就只能伸手要钱，你当我是乞丐啊？难道当贼比当乞丐风光吗？你敢跟我这么说话，我……舅舅，别说春云怀有身孕打不得，就凭她是我的妻子，我也不许任何人伤害她。今天晚上我在洋行里清点整理账目，把这半年的亏损清点了一下，大概有5600大洋，这么一大笔巨款，我看一时半会要不回来了，对吧？对，都让我赌光了，现在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，怎么样？要不你们把我赶出去算了，把我赶出去到大街上做乞丐算了。浩明，这么多钱。好了好了，钱亏了我们还可以再赚回来，不过这些钱确实让我们洋行这次伤得很重，可那一时周转不过来。放心吧，凭我方浩明这三个字还是有信用的，待会得辛苦一些才能撑得过来。对不起浩明，对不起，我没想到舅舅会这样胡来。本来不想告诉你的，就怕你会自责。其实我也有责任，我居然没有留意到这半年之内异常货物流动的状况。舅舅，从今天开始你不可以再拿行里的任何东西，我也跟老客户打好招呼了，凡是低价向你购货的人，视同赃物，一律严加惩处，希望你能跟我共体时间渡过难关，等日子宽裕一些的时候会让你过得更好一些。好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回房休息吧，行里的事呢由我打理，你呀好好保重身体就行了，不用操心啊。走，回房去吧。走，来。包大元，包大元，你干什么啊你？你不是说有你做账，方浩明不会怀疑贷款的事儿吗？怎么昨天晚上他跟春云两个联手审我，把我剥了层皮啊？你，
是不是你出卖我？要不是这半年我帮你掩着，你早就露馅了。再说了，半年来你捞的也不少了。这些钱你也拿了不少啊，昨天晚上黑锅可全是我一个人背的。你赶快想想办法怎么继续弄钱呢。舅爷，我是想劝您呀，别一口气掐死了金母鸡，你也让这只能下金蛋的鸡歇一会儿，等它养好了你再继续拿。这段日子啊，你还是安分守己一点吧。啊，哎，那你要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两手空空，窝在方家当乖儿子，我每天喝西北风啊。哎，我要上哪儿弄钱去啊？哦，好高啊！等等我，我来。啊，真棒！再放高点。志文，好好练，进步很大。这边掉下来了。哎呦，不错，掉下来了，快跑！志强。跑快点，跑快点！喂，你先放线。哎，对，他们多开心呢。哎，我去看看春雨。春雨，慢点儿。春雨，肚子那么大还跑来跑去，要注意安全。没事儿，我可以当做运动嘛，没关系的。先过去吧。志文，吃点心吧。志文这孩子。哎，别这样子嘛，我们难得出来玩一玩，别破坏了气氛。这孩子太不懂事了，得好好教训他才行。没事。志文，休息一下吧。别再练功了，休息一下，去吃点点心吧。来，哎呀，哟，春雨，春雨，春雨阿姨没事吧？不知道。春雨，你没事吧？来，快起来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志文，干嘛把春云推倒了？他怀有身孕，这样很危险，你知道吗？他明明知道我不想理他，还过来烦我，他这是自找的。臭小子，你还说什么？说什么会跟以前一样对我？现在你心里面就只有这个赵春云，谁都惹不得他。我现在只惹你嫌。你，算了，站住。算了算了，你别说他了，他不是故意的。好了，你别再替他说话了。像他这样，对你的态度越来越恶劣，一点都没有改进。再这样娇惯他，就会变得无法无天。以后必须好好上学才是。照这个情况发展下去，以后一定会变坏的。我没事的。志强，美军，别玩了，过来吃点点心。走吧。志文，哎，你别动我啊！
万一待会儿我再不小心碰到你，我爸又要打我了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你爸他只是……哎，你少装出一副想替我说话的样子。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当妈了呀？志文，到底我要怎么做你才可以接受我呢？我不是非要当你的妈，你可以把我当成朋友或是家人都可以的。谁当你是朋友家人啊？你只不过是我爸带回来的一个下人，别以为你会爬上天。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长辈，怎么可以对我这么没礼貌呢？刚才是谁说要当我朋友的？哼，这么快就拿出长辈的架势来了。反正我只求你一件事，早点滚出我们家。嗯，